你能不能别玩了，把你衣服洗了啊？我们寻思咋的？你不洗我就一直关电脑。给，把我衣服也洗了吧。滚！你不还没吃早饭吗？我给你煮份方便。这个面坏了，被老妈扔了，然后我拿过来拿洗衣粉洗了一下，刚好洗了那么多泡，不就成泡面了吗？一个字，绝！起来你就玩了，洗面完了，咱俩出去给老爸老妈买几件衣服。睡觉都不给睡，我买衣服没钱。老爸，我这个勺子被你们放哪去了？勺子？不是这个勺子呀，老妈。你又要欺负你爹，你就消停点吧。你老妈说的对，睡觉都不给睡，我买衣服没钱。你要这个，我想和你换一下手机玩。你再说一遍。因为我的屏小，我想用你的大屏。没事没事，可以玩就行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我手机。有意思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天天这样对我，我都不计较吗？因为你是我亲哥。老弟，我错了。就凭你这句话，你等我一下。啊！要不你们一起吓吓老妈？想都别想，赶紧过来！你们去吓一下，今天一天我就不打扰你们玩游戏了。啊，你还记得你上次过生日的时候，老妈怎么对你的吗？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。老爸，老妈说今天你生日，中午给你做烤全羊。烤全羊？烤全羊。都几点了还不睡？明天又到了你们的绝望周末了。我都已经说了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怕。怕什么绝望？不是，你不还是怕疼的吗？你妈怕什么疼呢？什么？你别跟我说你害怕疼。我的天哪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你们是塑料父子情了。滚滚，我跟老爸的关系是很好的。懂吗？老爸今天怎么玩扑克不玩联盟啊？哎，玩联盟，玩一天联盟一局没赢，所以让打了扑克给你走。老坑货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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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？你为什么猪你知道吗？啊，猪你见过没？猪怎么活？你怎么乖？老弟，你觉得这个家谁是老大？老爸。谁最漂亮？老爸。知道老爸上次为什么打你吗？你那个地陷阱，你是真狗啊！猪狗不如，乖。你怎么猪你知道吗？猪你见过没？猪怎么活？你怎么乖？冲动是魔鬼，别冲动好吗？老爸他也说你了。Thank you.
我操！哟，又开始锻炼了？不是，你这肌肉练的怎么样了？两个字，结实。打一拳。来，使劲打！我今天要是打呀！你不是说你这肌肉结实吗？你要用拳头打，不是揪。行，我懂了。使劲，用力。老弟，滚！我有件事想和你。滚！去！明天又到了你俩的绝望周末了。别难过，老弟，你现在打老爸一下。有病吗？你只要打老爸一下，明天你的绝望周末结束，明天我也不会烦你。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？你弟会这么做吗？你有你弟跟你一样一天天哦，妈妈妈妈给我的梦差不多。哇，这是个意外，我这就给你们做翡翠白玉汤。翡翠白玉汤。你有意思吗？你就不能像你弟一样懂事一点吗？你要是有你弟一半懂事，我就心满意足。说了不要相信他，不要相信他，你非要相信他。绝。老弟，你不是说你耳朵老痒吗？我买了采耳工具给你采一下。爸爸，你年轻的时候看到美女都会干嘛？牛啊！感觉回到从前的我。从前的你？想当年我一个口哨吸引万千少女，偏偏就吸引了你妈。自恋啊。完了，太残暴了。